张的，我要飞机票。唱片是珍藏的，那你要送什么给礼品呢？几天我都在山上生活嘛，在野外求生的，我今天临时知道，所以来不及准备，就送我自己随身带的表。哦呀，是男性表还是女性表？哦，女性表，非常可爱啊。好，然后至于其他的一些名单抽出来，我们不在节目当中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然后就希望大家看《民生报》就知道您到底有没有得奖了。现在首先让王杰抽出来。这个10000元的奖，好不好？奖金10000奖金，到底抽给哪一位？王杰要公平一点，快缴缴缴！那么多人呢、啊，支持你有8777张的票啊！嗯，不是，而且王杰也是这20名那个候选人当中啊，得票数最高的。这位是竹南镇3家里明德街37巷1弄6号的陈怡文，恭喜你10000元奖金！陈怡文。好，现在呢要请这个方纪委来抽出，就要送给他一只他自己的手表。还好，请观众朋友，纪委的手很长，来，我们帮你。好，到底谁是这个得奖者呢？好，纪委你自己来讲。中和市复兴路280巷3弄8号1楼赖义雄，恭喜您。果然是男生选女生，女生选男生啊！好，现在麻烦王姐再抽出一个，是可以得到你这张白金唱片做纪念的观众朋友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棒！我要飞白金唱片就要送给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是支持王杰的人。抽到了，到底是谁？哎呀呀，手扭到了。这位是住在内浦乡广济路50号的，就是屏东的哦。这个是。温静荣，大概是小姐。小姐，温静荣小姐，恭喜温小姐。也希望大家呢一直有都支持他们呢，他们最高兴的就是观众朋友的支持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最高兴的就是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强棒初级节目了。好，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，下个星期同一时间。